歡迎大家收睇《流行經典五十年》。喺呢個時間咧，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曹永廉歸隊。多謝多謝多謝曬啊！咁啊，之前咧請咗教去拍劇啦，咁啊辛苦曬咁多位好拍檔咧，幫我主持大局，辛苦曬。自從阿廉咧去咗拍劇之後咧，我哋收視咧都好平均節節上升嘅。而家我都擔心啊，阿廉翻咗嚟之後咧，我哋收視係點樣咧？唔使擔心啊，冇你喺度嗰陣時候，我哋收視可能六十點添啊。係啊係啊係啊！不過今晚咧，我擔保個收視率一定好高，因為我哋請到大家都中意嘅最受歡迎女歌星上嚟同我哋表演喎。冇錯啦，喺呢個時間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容祖兒。哇！容祖兒1999年出道，首張 EP 嘅銷量達到130,000張，佔據 IFPI 唱片銷量榜長達23個星期，呢個紀錄至今仍然未有新人可以打破。另外，祖兒喺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總共奪得最受歡迎女歌星12次。而家即刻有請香港樂壇天后容祖兒送上佢一連串金曲。
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，連受苦都甜美？我每日捱著不睬不理，但卻捱不死。又去痴纏你，難道終此一生都要這麼不可爭一口氣？很謙卑，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，連自尊都忘記，跌到極麻木，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，就會有轉機。若我不懂憎你，如何離別你？心淡苦精，像灯平静的对你热到退减，一天一点伤心过这110万，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日光。春天分手，秋天会习惯，苦中开了这都可堪称热恋，一拖手比咳嗽更短，太快了，我未快乐过已失恋，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，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，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，理所当然我的错，令你忽然离开也是我错吗？为何这么快看清楚，落得这结果？知我是我无法阻的人，相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，然而回头诚实开自问，我可讨厌到如此恨你憎？知我连眼泪也转不感人，只知怎么好醉，心即使碎一碎，我仍能继续追。与那一刻共聚，懂得怎去相爱，爱人啊，我很好，定能。周怡，
哇！你唱出幾首咁經典嘅作品，真係唱得好好聽嘅嚇。嗱，我知道你最近咧開咗個 side track 嘅演唱會，咁啊唱咗好多啲未 plug 嘅歌，嗰啲 fans 反應好熱烈，係咪啊？即係講真，呢個 show 咧最難忘，俾我嘅感覺就係應承咗我哋七年㗎啦。係啊，一路都即係佢哋話我走數啊，係啊，叫我做走數兒啊。咁我自己咧，其實一路都有記住呢件事，咁亦都係覺得今年係一個最 good 嘅 timing 去做啦。咁唱翻曬一啲歷年嚟冇派過台嘅作品。咁原來好多 side track 歌，我以為大家唔係好熟，點不知係即係係同我一樣咁記得咯。係啊，原來嗰啲歌曲喺佢哋嘅心目中，原來一直都有個位置。嗱，咁你一向咧開親演唱會咧，即係又唱又跳㗎啦，係嘛？咁你今晚會唔會又唱又跳咧？你想唔想我又唱又跳？我想啦，梗係想啦。好啊，我諗大家都好期待咧，睇 Joey 嘅精彩演出係嘛？我仲有啲好嘢醒大家添啊！好啊，轉頭翻嚟，大家一齊嚟欣賞。康記啊，嗰時新秀咧，你唱咩歌㗎？即係幾廿年前咧，啲觀眾都未必記得。關淑怡嘅《難得有情人》啦，做咩？哦，咁唔怪得你攞唔到冠軍啦！首歌咁浪漫，同你一啲都唔夾。咁啊係，咁你連入圍都未入過，咁啊真係慘啲嘅。冇參加過啊嘛，因為啊，你有參加過，有你嘅記錄，今日你唔認啊嘛，幾廿歲人都係唔化嘅。好啦，即係唔及Joey咁樣啦，咁人哋一出聲啊！吸引曬全場觀眾，冇錯冇錯。今晚Joey咧就會重温佢當年咧比賽嘅歌曲咧俾大家聽。我哋有請Joey，咩歌先得㗎？你沒有好結果啊嘛，襯你啊！有請容祖兒。走这样近，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，全都怪你离开我，临走也继续伤我，见我粉身碎骨，还点上一把火？可以死了心，但忍不住。追究这男人，如果见你离开我，命中已注定等你，报应一沾人近，来清算你罪行。今天淌血是我心，即将痛在你心，身份对调发生。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，加点眼泪陪衬，来让你听阻我当初尝到的折磨，你真心是清楚，如凡事亦有一过。我苦心自问，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。如果见你离开我，日子更快乐的过，我会伤得更深，余生也不甘心。今天淌血是我心，即
将痛在你心，身份对调发生，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，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残忍。像当天那自卑感，当天那无依感，都想陪回赠你，我告假嗰段時間咧，你成日搞喊阿湯記喎。其實就唔係我搞喊佢，係佢忍唔到笑咧，就搞到我成日忍唔到笑。你又係嘅，係咁留低嚿嘢俾我。我都知嚿嘢啦，惡近嘅啦。惡近嘅。係啊，所以咧，我今晚咧就送翻一首經典金曲俾你咧。係咩？嚇，就叫《留低鎖匙》，我嚟補償嘅，就由許靖韻幫我哋演繹嘅。哦，留你唔係叫佢留低鎖匙啊？唔係，我結咗婚，留俾你啫。留俾我，我唔使我撳下鐘得嘅咧。啊，撳嘅門鐘啊，好，有請許靖韻。Michael 啊，系，嗱，我想問下你啦，
唔知我哋有冇機會咧再續前緣咧嚇？咁耐嘅，咁多觀眾喺度，好尷尬嘅，點答你啊？唔係啊，因為我哋今次咧，即係四個合作咧，好成功啦，好開心啦，即係呢個係緣分嚟嘅，唔知道有冇機會再做第二輯咁解啫。咁啊，唔係幾廿年，我就同你有咗好多緣分㗎啦。不過咧，曹永年同阿湯記，唔知道有冇緣分咧？没有一声再见，没有半声凄怨，淡淡去淡无言。过去终于过去，留下了当初一切，再怀念每段你好的片段，脑海一再闪现，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？在困苦中百转，但结果在眼前，事实清晰无言。我已不敢再说，来日可相见。你我相隔多么远，那年那天可相见，那处境可会改变？姐啊，系，我好想擁抱下你啊，得唔得？哇哇，你做乜要攬我啫？系咪覺得好好攬咧？誒，真係有好舒服攬落去，同埋我冇見啊嘛，係啊，我冇見你幾個禮拜，我好掛住你。嚇？係啊，我喺電視劇就見到你。哦，你睇《燦爛的外母》啊？係啊，唔見幾個禮拜就掛住我啊？喂，跟住來一位嘉賓咧，我哋大家唔見咗成二十年啦，我諗我哋更加掛住佢啊！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？就像那条漫漫
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。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。謝謝，掌聲歡迎歐海倫，歡迎曬，多謝你，唱得非常之好啊！多謝多謝多謝。嗱，我知道你結咗婚咧，已經淡出娛樂圈嘅啦。今日難得請你上嚟高歌一曲，係咪好好聽啊？多謝多謝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嘅近況啊？我兩個小朋友咧，而家都唔係好小朋友啦，而家都上咗中學啦。咁係啊，所以我就變咗可以得閒少少，而家可以上嚟唱歌咯。咁你兩個仔仔都長大啦，咁你有冇諗住考慮拍劇啊，或者復出歌壇啊咁樣咧？我自己其實咧嗰個興趣始終係唱歌啦。即係如果我啲仔再大少少，咁我真係比較空閒啲咧，咁我都會可能即係揾翻我以前嘅興趣。不過咧，我諗我要真係要好認真考慮，因為我唔係嗰啲咁高效率嘅人咧，可以又湊仔又去唱歌嗰啲人。我諗大家好期待你再出唱片，再聽到你嘅歌聲。多謝多謝多謝曬你，多謝多謝曬，多謝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係請到咧著名填詞人陳少琪嘅女女陳明喜，為我哋咧唱出王菲嘅金曲《如風》。原是那么好，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，他使我自豪。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，也跟他笑骂。长夜变清早，可惜他必须要走，剩我共身影，
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，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，可惜他必须要走，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。来又如风，离又如风，来世时匆匆不过是场梦，人在途中，人在时空，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。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啦，咁當年啊，你參加新秀歌手比賽啦，咁你又唔掂啊，咁啊，唔係唔掂啊，係入唔到三甲啊，我入唔到三甲，係因為你唔係做評判啊嘛，你明唔明？係啊，嗰時我已經走咗啦，有冇啲失落感咁？都有嘅，但係好彩遇咗啲伯樂啦，咁啊就可以一唱唱到而家25年啦，都唱到。咁都算有個伯樂。嗱，咁啊，祖兒咧就真係遇到個伯樂啦。嗱，有間好嘅唱片公司啦，佢自己又勤力啦，又聰明啦，真係好勤力嘅喎，所以成為而家嘅樂壇天后啦。樂壇天后啦，佢今日咧專程咧帶咗一首歌咧，就係佢15歲嗰陣時候咧參加歌唱比賽嘅一首歌，歌名咧就叫做《一首獨唱的歌》。咁我哋有請阿祖兒，我哋親自演呢只歌好嗎？是我，今天已。
嘅歌係咪好好聽啊？喂，如果好聽嘅咧，咁大家一齊趌起身啦！快啲起身啦！跟住拍子喐下，即刻將個台交俾 Joey。在数十秒内，电话要关，但米高峰要开，切勿过分按耐。射灯已开，喇叭已开，各就各位，你在我在。全呼机要关，但你的心要开，请看着这大舞台。心急我声打已经一早唱开，这首歌快将似轰炸袭来，你就让那狂任记扭开，去将全场也覆盖，要热爱直到你另眼相看，像抑压能量在台上释放，攻克这殿堂，摘露锋芒，让我今晚做女王。Oh,
製作，不可教別人過目不忘，仍能讓耳邊天清氣朗。哇！再次多謝祖兒，話我哋表演咁精彩嘅演出啦。係，同埋多謝我哋今日嘅嘉賓啦，有歐海倫啦、陳明喜同埋許靖允嘅，多謝曬你哋。今晚每位觀眾咧都有禮物嘅。香港明华饼家送出双黄白莲蓉月饼，海天堂集团送出香港传统川贝枇杷高丽卷，西藏5100冰川矿泉水，香港制冻糖中药厂有限公司送出麦片燕窝川贝枇杷糖。我哋今晚有一个特别嘅仪式嘅，我哋想送份礼物俾我哋嘅乐坛天后容祖儿，好嘛？嚟緊嘅9月29日咧，就係祖兒加入樂壇18周年喎。喺度恭喜啊，祖兒，同埋希望你唱更多好歌俾我哋聽。一定會，一定會。多謝曬，多謝曬各位朋友。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啦，因為咁多年嚟遇到好多伯樂啦，俾到好多好歌，好多機會俾我啦。咁亦都好多謝廣東歌，好多謝香港嘅樂壇，令到我成長。咁我會繼續努力嘅。多謝曬 Joey 啦，咁我要提提大家啦，咁我哋流行經典五十年咧就會改為星期六晚9:30播出噶，記住啊！請大家記得收睇我哋下一集嘅《流行經典五十年唱爆週末》，多謝，拜拜。流行經典五十年，自從播出以嚟，一直廣受觀眾嘅歡迎。嚟緊我哋咧會再加開3場，同大家唱爆週末。寶貝你的趣事，永沒煩惱多新意，一起去星期六晚上9:30率先獻唱經典兒歌金曲，你哋千祈唔好錯過啊！